我呢，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。 阿聪，阿聪出来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努力了。努你妹呀！保姐，我错了，保姐，保姐，保姐，你不要杀我，保姐！八十，八十姐，你们艺人界这么凶险，我有几条命才敢去你们圈子混？现在你的身份曝光了，整个艺人界都会对你感兴趣。 我就想平平淡淡过完这辈子，哪怕是混吃等死。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被你给搅黄了。找出了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坏人那么多，怎么组织？ 那就拼上我的！三进，能阻止你的人已经站出来了，邪不压正。你疯子别呀！ 真的怕够。龙宝，你也来了。叫我啥子呢？宝儿姐。跟他们装都可以，跟我装弄死你。遵命，主人。